苗一二四线的加油站前呢，最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，有两辆小轿车车祸对撞，结果造成了一人死亡，两人命危，另外一车则是有一人受伤。最新内容我们连线给记者吴鹏欣。好，主播带你来关心，严重的对撞车祸就发生在苗栗三湾一二四线，双 B 名车与三门轿车发生了对撞。救援现场当时有三人是受困车内，一个还是年仅一岁大的小男童被救出，十三人是没有生命迹象。而目前呢，最新的讯息是一岁小男童经过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来。另外呢，车上27岁驾驶，也就是男童母亲的同居男友，则是抢救无效。至于呢，另一台车双 B 名车驾驶则是毫发无伤，而车上还有一名55岁妇人，则是胸部、臀部疼痛，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。整体车祸呢，就发生在下午2点多，苗一二四线发生了两车对撞的意外。根据目现场的驾驶表示哦，小轿车突然失控冲了过来，造成两车严重对撞，整体车祸也造成两人死亡。尤其呢，当时母子两人竟然还坐在前座，事故的发生原因，警方还要再厘清，将时间交还棚内。